火你诱惑完以后说没有，这边是这样的，就亲他就诱惑一句话，然后又亲，然后又松开看看他，然后又亲。而且这个我这样子吗？近日，随着《你是我的荣耀》热播，剧中男女主演杨洋、迪丽热巴之间的互动太甜了，堪称是 BJ 之光。剧组放出了两人的吻戏花絮，导演蒋欣时狂飙虎狼之词，让热巴诱惑杨洋：“你们亲了，松开又亲。”杨洋更是二话不说，举起热巴，准备试戏热吻，搂搂抱抱的肢体接触简直不要太熟练。热巴被吓到扶额头，希望于途和乔晶晶抓紧开启甜甜的恋爱模式吧。得看颜色。